上帝被撕裂，有一种幻觉，像梦却又轰轰烈烈。有一股长夜思念在心中盘旋，发现自己独自困在房间。我们还可以爱吗？还能说些什么话？到达还能做些什么事？挣扎只能这样拥抱后随他去吧。有一股强烈思念在心中盘旋，有一点忘了孤单是什么感觉，为我生发现自己关在房间。说些什么？